年10月11号星期二的娱乐百分百。还没吗？行车太早了。哦，就是在这边呢，因为今天那个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出炉了，在这我就先公布一下比较重要的这个戏剧类男主角奖，入围的有《意难忘》的李李仁，还有《浪淘沙》的施意男，《孤恋花》的妥宗华，以及《再见忠贞二寸》的赵学煌，还有《斗鱼二》的罗志祥。赶快讲一下什么感觉？好，这是八大企划部送给你的庆贺的花。对，这今天就是刚到八大准备要录影的时候啊，嗯，然后听到小芳跟我讲说，哎，小猪，恭喜你有入围另外有台的一个主持的节目，叫《人知识轰趴》，就我跟黑人也入围这样。然后谁在跟你讲这个？没有没有，我是入围男主角比较难得。没有没有，这个一个我就觉得，哦，真的吗？怎么可能？已经很高兴了，就还没有接受过来。然后等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嗯，然后小猪又跑进来说：“哎，小猪，恭喜你入围那个斗鱼的最佳男主角。”哎，我说怎么可能？就是傻眼的那种，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你知道吗？后来嘞，冷静下来之后，冷静下来就觉得怎么可能？就我一直在旁边，怎么可能？你刚刚都没在化妆间看到我，对不对？嗯，我一直在后面，那怎么可能？就一直走，一直走，怎么会？然后就想很久，怎么会？然后就听到有记者跟我说恭喜，嗯，然后恭喜的时候觉得，哎，就很不习惯，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然后叫我讲感言啊，可是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啊。所以你现在是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就惊讶、傻眼，然后我现在在发抖，是，然后酒精中毒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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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因为我戏剧的作品其实不多啊，就《梁山伯祝英台》跟《上班女郎》跟《斗鱼二》，等于是你第三部戏。对，然后其实也要很感谢柯姐，嗯，还有柯导，对，然后还有八大电视公司给我很多的机会。嗯，那因为其实刚刚有打电话给妈妈，嗯，妈妈怎么样？妈妈听到就很开心，然后刚刚我听到妈妈哽咽的时候，我就受不了，就赶快挂电话，就。想给爸爸知道这件事情啊，就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在台湾应该没有什么机会会入围任何一个奖项。干嘛这样讲啊？因为可能在台湾来讲，我应该没有什么新鲜感，然后可能在香港或内地，可能大家对我的感觉可能就是一个歌手的身份，然后就觉得看到很多人上来跟我恭喜啊，我就觉得。就很不能接受，我就觉得爸爸应该有在看，这怎么可能？我跟你讲，你爸一定以你为荣。恭喜你，小猪，不得了！因为小猪除了入围最佳男主角之外。他在那个最佳节目的奖项也入围了那个你跟黑人一起主持的冷知识轰趴，等于是算是双料入围。对，这怎么可能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赌50000金曲奖，你今年会入围，也太运气太旺了吧！拜托，就要真的很感谢，就是可能评审团啊这么不嫌弃我这样，真的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哎。这怎么可能？就还不就当工作人员一直跟我讲恭喜啊，我一直觉得这我要说谢谢嘛，无法接受这件事，没办法接受啊。还说要帮我请保镖什么的，就很感谢，因为他们都会就支持我的专辑啊，然后又一直跟我恭喜，就觉得很温馨。嗯，而且在你知道台湾不可能，我知道在台湾。对啊。我也有讲过金曲奖，我不可能。如果那歌王金钟奖，我跟你讲，金曲奖我出了几张唱片呢。金曲奖我跟你赌50000了，不可能啊！至少入围一项啊 ！NTV 啊，这是 NTV 拍不错，就是反正至少会入围一项，要不要赌？50000，赌50000哦。嗯，你妹妹的钱都还没包完呢。好啦，然后另外我们。八大电视台也一共入围了9项的那个奖项，然后小猪除了就是入围了最佳综艺节目跟男主角之外呢，他推出了新专辑的预购已经达到多少3万张？
的成绩耶，然后还举办了当天举办了那个预购会，来看一下。没有说很多，上一张成绩也很好啊。我不知道我在那边磁场可能不太对吧？磁场不太对，磁场都来了。然后又担心下大雨，因为五月天他们也在那边办过，就前一天，然后石头还是怪兽的发型跟我有点像，然后临时他这边就变塌的，然后这边就唱起来了。哦，你就担心同样是发生在身上，好像凤梨啊。哇。对啊，就刚好久没有下雨一样。对。不过现在只是预购而已，成绩这么好，等到10月14号会发行嘛？对。我就觉得怎么还没发行，就等好久。对啊，因为如果你发行有破到7万张的话，我就那个。50万呢、欸？50张啊！50张，你破7万，我还50万张，那我直接当你老板好了，买什么？对，然后其实我还要再跟大家再次呼吁，就是15号，就10月15号，就我发片的隔一天，我会在台北的红楼会举办一个大型的签唱会，然后会有一连串很精彩的表演，然后可能会从来没看过的表演，然后还有一连串的签名会会在北中南。现在庆功宴一起加进去 OK 了吗？庆功宴就是你那个入围金马奖的。对，因为这个入围真的对我来讲就跟得奖一样，对不对？对，然后刚刚妈妈又莫名其妙打电话给阿雄叫我接，说了什么？他说刚好在爸爸那边啊，跟爸爸。我跟爸爸讲啊，结果嘞，我就说我这样子跟妈妈讲话啊，我不想听啊，因为听到就不想跟妈妈讲话。小猪，我跟你讲，我真的很为你高兴。对，怎么可能？然后唱片对，希望都可以有很好的成绩这样。但你今年成绩真的很好哎。有吓到啊，因为其实我昨天在拍 MTV 啊，就公司有人在拿那个塔罗牌，然后去算，我就算很多，我说今年这张唱片会不会请大家去那个日本玩，他们说会，我第一张真的翻到飞机哦，真的，然后第一张是钱，然后第二张是小人，就是，然后身边就是代表会请大家出国玩，可是会有小人会阻止我，会有小人，然后我觉得小人是谁？会不会小双啊？因为你知道要请小双还好吧，如果是阿雄会更不是，因为你要请很多工作人员出去玩，你要花很多钱，因为我算一算要花50万啊，然后你说太多钱了不要了，你就请我跟阿雄去就好了，那就是小人，我就觉得会不会是他，不要，说不定是我，你不可能啊，因为你要帮我买50张哎。对啊，好啦，真的是恭喜你。不过那个讲真的，就是罗爸爸那个牌位摆哪，我去拜一下，会有点太灵啊。你要不要乐透开几号也去问一下，说不定也会中。对，今天这两天真的有点怪。这两天我这两天真的太多好事情发生，对对，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就觉得哎，我的路开了。对不对？就从一开始出道到现在跌跌撞撞，然后突然间不红又起来，不红又起来。然后你老是把自己定位为谐星，对。然后现在实力受肯定。对啊，就很感谢。这因为刚刚看到很多长官，八大长官都上来跟我说谢谢，还跟我献吻啊。现在就有点想哭哎。是啊、哦。要癫啊，就看看可不可以癫完这样啊。癫不住啊，因为你讲爸爸的事情就受不了。爸爸是，好了好了，我真的为你高兴，然后真的我觉得罗爸爸在天之灵一定是以你为荣。哎，好了，你先冷静一下哈。不过讲真的，那个百分百是有没有爆啊？没有，好险另外一台没有动。不是，奇怪，我们百分百不是已经主持到现在7年了吗？可是小 S 也有入围，有小 S， 然后跟康永哥都有入围。